全新的企划叫做爱泰拳，借我这个全身行头超过50000元的同学，开始。他的这些相机是什么？这个9万。三根白头发。哪个呢？就是呢，我们等一下会跟台下的同学们借题，三回合六个题目，是只有2分钟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抽题目。谢谢，我要这个。他打我哎！你把你的题目大声念出来。同学听好哦，我要全身行头超过50000元的同学。开始。这有点难哎 ，Hello。这些相机是什么？这个9万。OK。OK。会很重吗？可以拿下。我不用拿，我不用拿，到时候会掉。这个多少钱？价值多少？耳环也是，项链也是，这也是金的。哇哦！谢谢同学，谢谢同学们。来，要求一位近视650度的同学。700、750、700，有没有800度的同学？1200，有1200，太高了吧！大过分！什么时候发现这些东西？我小就1200，天生的，好那没事，没关系，我们谢谢同学们，谢谢。你有得分，贝贝。我这样算一下，应该是有3根的，应该是有给过。哎、欸，他也有，他也有。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有白头发？因为我是会计科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有什么话想对会计老师说吗？老师，我不想写作业。那你嘞？不是读书读太多。没有。哎，真的很认真。等一下，还没。我这边2根，然后还有这边。其实你能到就可以了啦。哦，为什么会有白头发？压力太大。那为什么压力会太大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会计科吧，我不是伤心的。伤心真的会伤脑筋的。他带了3根头发，有1根是一半黑色的。是你自己的吗？对，是我自己。刚刚同学帮我拔。我们这么多同学贡献白头发，我这个是不给过不行哎。同学们辛苦了。我花了10秒钟，谢谢各位有白头发的同学们。
号的左脚鞋，谁穿二十四号？快点，二十四号带上来。左脚哦，六只哦，六只二十四号的左脚。其实我是二十四号。但我觉得你有刘海其实也蛮好看的，谢谢。但我觉得这个还是
保留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下一位，最后一位。我就是因为原本拿维持原本的标准，然后不想做成太高。你说流汗吗？不小心剪太多。但我觉得还好，是正常发。大家都没有发现。你的刘海变这样，妈妈，你们都觉得这些台上同学都是正常的吧？我觉得看不太出来啊。你觉得谁看起来像剪开？其实我觉得没有跟剪开的感觉，我以为会有那种鸟巢头出来哎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这样。哎，是不是你？我觉得你好像很适合。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就由我胜利啦！我们的新企划，哎，同学借我那个，我们第一届企划就到这里结束啦。观众们喜不喜欢我们的新的企划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更奇怪的题目，也可以。你可以邀请我们到你们学校去哦。没有错，都可以再联络我们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。